我们欢迎两位主厨杰瑞师傅和陈佑胜师傅。先从杰瑞师傅这边开始，好不好？来，带来菜名叫什么？火山丁骨牛排附熔岩山药汤。熔岩山药汤。火山是火山丁的火山。我是觉得佛山。熔岩。来，好，腌制一下我们的这个牛排，盐巴。你这边可以帮我翻面吗？好。对，很简单的一个。哇，翻得真好。帮你翻面。你在讲翻身吗？感觉腌制卧病在床。是爷爷的部分可能就要拍拍吗？好，这边基础的香料都上去，就是把它按压，对，稍微拍一拍这样。牛排的处理方式呢，我会用一个浸泡熟成的方式，就是说我这边会先做一个这个香料汤，把这个红葱头跟蒜头，然后这边有香菜梗，很好，这样，对，这个时候香味就出来，就可以稍微闻一下，对，香茅的味道就出来，哇，好香哦，然后柠檬叶这么多，柠檬叶，对。进来，姜片、鱼露，对。那个雨欣在拍那个牛排，依你看是要拍多久？他很坚守岗位啊，他手都不敢再剁。我是拍同一片，相当尽责。没有，我刚刚有交换，刚刚有交换。他已经拍得有点疑神疑鬼，边拍边在站旁边这样。我这样拍是对的吗？怀疑人生。他现在这个已经开始牛排开始稍微有点出水的状况，就是正常。那继续拍吗？我们稍微放静置就可以了。就是你的山药汤的汤底。对，这是山药汤汤底。酷哦。然后这一边呢，我们来做一个东阳宫的一个。汤底酱，干辣椒，一些辣椒酱。今天这么好的丁骨牛排，怎么会想要做泰式的风味？常有的都是吃这个原味嘛，那我们体会一下不一样的，用香料去堆叠那个牛排的味道是怎么样？姜片，辣椒，它做东央对不对？如果你想象一下，东央牛肉面，那就这是刚刚那个香很特别，香料牛肉面，柠檬叶，不是哦。然后我们油加进来之后呢，其实就像打青酱一样。哎，这边呢，再给它打碎，把它打均匀，对，加油，挺好的，小小的。那我们这个汤底酱呢，大概就是那个样子。牛排呢，就直接摆进来，关火，然后放下去啊。对，哇，做一个关火又很烫，浸泡熟成，因为它厚度够，所以基本上它不会到全熟。我们看看隔壁做什么，来，等我转。陈佑胜师傅今天带来的五星级的丁骨牛排，没错，菜名叫什么？金沙丁骨咖喱牛肉面，哎呦，真的是牛肉面来了，对，咖喱牛肉面，金沙是什么概念？纽约客其实是一个就是风味很浑厚的地方，所以我就用三温暖的方式去炸，但三温暖的蛋我换成是这个金沙的这个咸蛋黄的蛋浆。面的话，待会我们也自己做，你可以用烤地瓜或蒸地瓜来做这个地瓜 pasta， 就是意大利面哦。地瓜，请看示范，来，我已经切好菲力的话，还是要擦干。再来做料理，要不然的话，他待会没那反应会不好表现。那待会这锅的话，我会炒这个咖喱。你们乐天女孩除了会跳舞之外，也会做点菜吗？等会。两个，我刚刚问过他们都会做菜，你们拉手菜是什么？一个会，一个不会，是哪一个会？哪一个不会？就是疫情造就我们会。哦，没有疫情，他们还不会做菜。对。我前阵子有去烤那个饼鸡。哦，西餐的。蒜头先炒个底香。那这个其实概念很简单，就是把这个洋葱跟蒜头简单的把它炒到杀青香味出来之后，不要炒上色，只是炒软而已。之后我们再加番茄糊，还有这个姜黄粉。如果没有姜黄粉的话，也可以用咖喱块来去做代替。但两个加在一起效果是更好，可以，对，加成的效果。单子壳先拿下来，所以这时候也可以一起去慢慢炒。所以壳还可以利用，对，漂亮。所以今天的汤头就是一个海鲜咖喱汤头。海鲜咖喱汤头，你要做地瓜面的。地瓜面。哎，刚刚你加了地瓜，然后现在又加了什么粉？杜兰小麦粉，然后还有意大利面粉，跟一颗蛋，跟地瓜。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然后这个时候到这个程度，我们要静置大概对20分钟左右，我们盖一下盖子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虾子炒到香味出来了嘛？香。番茄糊进来。收汤。再加什么番茄？对，然后咖喱块，跟姜黄粉。把它翻炒均匀。好，六十分。那这时候牛菲力我们就进烤箱，用180度慢火烤，4分钟就可以了。四分钟。这样子会几分熟？六分，最好是7分熟这样子。你要什么？水。对。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动作很重要，因为我们刚刚煎这个牛菲力有这个牛油跑出来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把它稍微拉一下之后，再倒回来。我要洗锅子是吧？对，然后水把它倒进去。
盖子可以打开的。这么多。你水要多少？大概到半锅的量就好。这么多。对，慢慢的给它的虾头的风味慢慢煮出来，慢慢煮出来。半锅嘛。对，那我今天就是用茭白水会比较不一样的感觉，但是又是你很熟悉的口感。那它被滚了之后，我就会把虾子一起下去烫。有事吃，来对不起，这里面也有六分钟左右咯。对，但其实很嫩。不但是海南鸡，也是海南牛，哎呦，很香，汤汤。好，味道都上了。那这边呢，我们就准备把这个酱放进来，要炒，稍微拨一下，炒一下。哇哇哇，大概要炒多久啊？哎，可以了。哎，连姐就一样。不是很到，不是很辣，到到到到的，哎，就下面这样，你又吃不到，紧张什么？哎，你看看，话讲这样，被看没有了，他现在马上就恢复正常。不是，我觉得这个有点呛味哈，这个不会啊，但是汤的呛味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把这个汤呢就过滤过去，然后下去熬香料汤哦。牛肉香料汤可以哦，日本山药。然后我们这里会切比较大块的鸭子下去熬。哦，这么大块啊！对对对对对对对。然后这个山药跟这个羊菇下去炖。我们要试吃什么？炖煮之后的这个山药，然后搭配起司。香哦，香哎！哇，这起司哦。哦，这个哦，软绵软绵啊，嗯，哎，真的蛮像马铃薯，对，蛮像的，确实像马铃薯。没有，他不知道是山药，是像马铃薯。山药，之前会起司跟马吃薯泥放在一起啊，这山药泥的效果应该不一样吧？而且它带一点点的颗粒，所以你在吃的时候有那种脆脆的感觉。光美，快去帮忙。把这边的二厨，这边二厨，马上收完，收完快。来来来，哦，我讲我讲。好，那接着呢，我们就直接把这个牛排的部分呢摆进来。试吃了，好，真的吗？哎，然后转，把它稍微的撒一点熟粉在这个机器上，制面机，对，制面机，这么厉害，好，小手工的哦，哦，马铃薯面条，那因为今天加的是这个。地瓜蒸的地瓜，水分会比较多一点，也会比较软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那我建议其实可以加那个超商的烤地瓜，第一个品质好，第二个水分没那么多，第三个是方便，方便对。好，我要把它粘在一起了。哎呦，这要技术对不对？要不然经常会断掉。无敌风火轮了哈，你这很适合到夜市去做呢哦。可以可以，朋友会围观哦。我觉得你光这个可能你知道不够吸睛，你要做这个旁边一定要乐天女孩这样。哎呀，旁边跳一下。加油！加油！值得等待，等待也开心。老板加油！加油！老板加油！老板老板老板！加油加油加油！来，你像我这样这样后者，我帮你接着。对对对，你让他们加油，不用拉不用拉，就这样。你让撒粉，撒粉啊！让撒粉，让他转跟撒粉，再真的回来。断了，断了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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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断了！不能断，不能断。缘分就到这边了。啊，你看破洞了，破裂了，断了，断了。你会做面片吗？还是就是，哎，我会把它切成条状的，可以打底了。来，两面就位，仿佛天上人间啊！来，好好吃哦，因为那个面包会吸汤汁，你知道吗？而且那个底部那个是你们煎的吗？面包蒜面包底部，对啊，超好吃，这样蒜哦，好的，哎呦，蒜头是这个咖喱一开始的，对，好好吃。待会如果有您的话，就可以吃完整版。这个虾我们是现在吃得到吗？现在吃不到，现在只能这样哦，下次等一下我们吃的啦，哦，咸菜，好吧，哎，我们吃完了，可以帮忙收盘子了，谢谢。好，你回去忙。今天来收盘，对，我们来收盘。然后这个是这个纽约客的部分哈，要炸牛排，我炸牛排。那第二关的话就是蛋黄酱，对，金沙酱，太棒。左右两边都给它沾均匀，好大方哦。然后第三关是面包粉，是这个，蛮好看，我喜欢。哦 ，I like it。很像 cheese， 啊，或者那个 cheese 一样。油温呢？180。哇，它一直想出来的，哇，这高，想快带你玩一下。炸出来就三分钟。先这个，准备要来最后切割跟盛盘的动作。切割，切割，切割，哦，切，切割。哎，多一个。地瓜面已经好了，哎呦，这跟一般煮面的时间差不多吗？差不多，三分钟，两分钟，因为是新鲜面，水分比较高，大概到这个程度。所以它面本来有一点，就有点甜味嘛，因为加了地瓜的部分。现在做的面再煮也比较快啊。哇！你有造景哦，这叫是日式炸牛，一层一层，一层越叠越高了哦。这个是你的家伙全部带来的。那这地瓜面的话，用这个金盘去凸显它的价值感。然后我们还有这个菲力嘛，对不对？双层很好看哎，
就是英式下午茶的概念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，这是三层。哇，好香哦！啊，这一碗真的是姜好，姜好，香，蛋黄进去，吃的时候把它拌均就可以。哦，剩下最后的这个，很美哦，纽约客的炸牛排。没有这个手度，哎，就那一块，哎，不要跑，好爽，好爽，完成，哎，金沙金鱼咖喱牛肉面，好，看看杰瑞的最后如何呈现，来，那这边呢，我准备了一点这个我们那个越南面包在用的这个萝卜泡菜，然后做中间的一个基础，之后呢，我们就开始来堆我们的牛排的部分。对，那牛排的部分呢，这边呢它会比较倾向是七分熟了，这边呢我们就会把它先架起来。火山排骨，对，哇，这个太热闹了，这个，然后哇，就是开始要堆叠了，颜色颜色不相上下，牛排肉真的比较熟，这边比较熟，那边比较熟，对，帮我把它铺上去，这样四片，对，好。好，那汤的部分呢，我会给它兑一点柠檬汁，哦，对对对，酸度进来，跟我们喝东洋很像，然后奶水进来。那这边呢，因为这些材料我还是会让它有这个熟成的一个过程，嗯，好，这边有红葱，一定要有的是红葱头跟葱碎、蒜碎、蒜末，对，然后洋葱碎，洋葱，对，就是各式的香料，哦，然后这边是青辣椒，青辣椒，接着是不辣的。糯米椒多一点，这个椒的香味，都是椒的种类这么多。这是葱，葱花，葱花，这是黄子椒，香菜吗？香菜，对，香菜都绿绿的，哎，是干炒，那最主要让这个整个香味呢可以跑出来。哦，炒出来。好，这边你帮我顾一下。哦，我好。拌一拌，你当。好，这边拿手菜，拿一点盐巴，炒辣椒，炒辣椒。他炒烧焦，大概大匙的糖进来。炒烧焦，这个糖要这么多？对对对，糖下很多哎。鱼露，因为鱼露也有咸，鱼露加了这么多糖。然后糖的部分我们就铺进来。哇，哇，真的有重。哇，这什么？真的很有，这个太酷了！心机太重了。你看，雕的喷火龙，喷火龙。对，是恐龙，然后火山泡泡龙吧，然后泡泡龙，对啊，泡泡龙，是不是要看一下肉身的表情？没有，他说不给拍，不要拍我，哇，然后呈现一个这个龙眼的感觉，难了吧？你们这样一直挖肉身，心情很不好，怎么瘦的？不行，哇，那它的一个辣味才会足够。但因为糖放比较多，是因为不希望说它吃起来太辣。嗯，太辣。对对对，真的太好了。好看，哇，天哪！好看。哇。哦。山火山。山火山。对对对对对，因为是情境。地震的。火山。哇！看到了没有？这一位，这一只恐龙已经口吐白沫了，哇，恐龙猪了，哇，而且它眼睛还有爱心哎，厉害厉害，好了，这是我们今天的五星级丁骨牛排，哎呀，精彩，好了，我们准备上菜，走，煎丝面，去检查吗？嗯，哎呦，你太喜了，怎么差点吐？面好吃哦，我刚才。然后汤汁可以留一点，然后再戳着那个炸金沙丁骨牛，沾着吃吗？对对对。哦，那不然怎么在用餐哦？不要这样，有压力。这边子放过来，那边我好想吃哦，好像站在腿边的一只小狗。终于吃到主食材了哦，懂吃懂吃啊，懂吃懂吃哎。好啦，那我吃一下。很软，它原味就已经很棒，但沾咖喱又不一样。是哦，咖喱好。我们一人一道好吗？嗯嗯，直接告诉你。我希望啦，我居然还在。哎，秉承你这次真的是有点冲动哈。没有，我想说他错那么多题，应该也会对了一题。
这汤好，哪知道真的这样的结果，你就笑到了。牛肉面，这超开胃的，和你刚刚又像汤，又像酱汁，会逼人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这个？是偏金沙牛排，其实两个答案是它有味道，但是那个数学痛会更痛，会因为里面的咸蛋在提升，你要思考，在嘴巴里面的产生那个效应上。讲到这，对，很有想法，我会讲哎。可一般家里面很难操作，有难度。这是五星级料理，嗯嗯，我想这个牛肉。如果你有去日本吃过它的炸牛排，哦，里面的质感其实跟牛排是一样的，但它比日本炸牛排好是有原因，是那个咸蛋黄，对，它吃下去有那个咸香味，你想象一下那个煎炸炸过，没错，你不用盯得那么仔细，非常好，我没吃过啊，吃了三道，它那个咸蛋黄的味道是我们熟悉但就很喜欢的那种味道。很不错，很不错哈，然后肉非常嫩，对，很软，对不对？刚好没有吃饱了，几乎是三分熟而已。我们刚刚这边是吃吐司的跟酱，是三分熟，开了胃吗？它这个效果很好，很好，比这好吃，对，渐层啊，渐层，一层一层来，这个好，牛排好，不能说哪个好吃，它就是感受牛排不同的不同部位，因为丁火牛就是一次两种享受，菲力就是菲力，然后纽约客就是纽约客。然后我只是把它做更强烈的分明。嗯，对，哇，好吃，非常的好。好的，掌声鼓励，谢谢。哦，好饿哦，来呗，满足了，我们再吃下一道成品。啊？嗯，说错话了吗你？火山丁骨牛排附火山熔岩，熔岩山药汤，山药汤。来，请两位请各位，可以先咬这个山药。等一下来说，先吃肉对不对？对对对，那肉的部分可以搭配这个萝卜酸菜哦，火山泥耶，火山，我吐出来。哦，我没想到吃到牛肉这么清爽，真好吃哦。哦，像白切肉的感觉。我太干了。如何？就是你可能就去灰吧啦那一类的那种。可是它的香料是很迷人的，所以你搭这个酸菜，它是整个就挺香的。真的，那个酸菜搭进去，那个味道怎么会跑出来？对。很开胃，很难得吃到这么清爽的牛肉。对，我好喜欢这个味道，算清爽，就是没味道嘛。印度有味道，印度一定有啦。开胃，这就是越嚼越香那样。印度有对啊，就是有印度才是有吧。它虽然看起来没什么咸涩，可是完全不会干柴，是那种炖透的那种，就脆皮吧这样子的。脆皮吧，嗯，没错。而且刚刚在做的时候啊，做这个青椒酱的时候，其实放了很多，比如说糯米椒跟青辣椒，嗯，那就是多了一点这种椒的香味，嗯，跟一些新香料的味道进去，可是又不会辣，对，去补足，香气很足，对。我们这汤还是可以喝的吧？对，可以。那我们先吃山药，然后搭配 cheese， 这个，我要有羊菇的山药搭配，这个好好吃哦。好，从来不知道山药跟起司怎么搭，我觉得真的在东洋酱里面，能认识你真好。虽然告你一定要加我好友哦，我们有好友啊，好友吗？你有加我了吗？有啦，我怕你回去把我删掉。那个录影的时候认真一点好不好？好好吃哦，对，要聊口感，那边再聊饶那视讯，它真的好吃哦。这个山药吸满了这个汤汁的味道。哦，这个汤也很好喝哎，嘴巴一抿就爆开。这道菜偏小辣，所以陈哥没吃到可能。你没关系，对，有点小辣 ，OK 的，可以承受。这个山药好好吃啊！云溪太夸张了，你的表情。而且你没吃到，你会觉得很辣。真的辣，不止小辣，因为你现在辣到受不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很辣，小辣。哦，这个是没有啦，因为我看这个汤还是沾山药就好。哦，不敢看，眼睛酸又辣。哎，山药整个精神都来了。哦，快变喷火龙了。变成这样吗？哦，掌声鼓励，要。